狮子蛋糕的制作。先用九号圆嘴在蛋糕上挤出狮子的身形。接着挤出狮子的后腿和前腿。然后挤出狮子的头部、耳朵，勾出张开的嘴巴，再画出狮子的眼形，裱出脖颈上的毛。接着，用巧克力膏点缀狮子的嘴、鼻子、眼睛、耳朵和爪子。接下来用喷枪把狮子多毛的地方先喷上一层巧克力色，再从头到尾喷上一层黄色，接着再加上一层橙色，然后用草莓果膏点上狮子的舌头，再添上几根白色的胡子，这样就把一头狮子做好了。接下来用11号花嘴在蛋糕上挤出底边，整个狮子蛋糕制作完毕。